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跟小编走进发达国家爱尔兰，一起挖一挖爱尔兰有哪些地理娱乐冷知识。爱尔兰共和国，英语 Republic of Ireland， 简称爱尔兰，位于欧洲大陆北部的大洋内，与英国隔海相望。首都都柏林，国土面积7万平方公里，人口500万左右。冷知识开始前，请大家点个赞，给小编一点做视频的鼓励，谢谢。爱尔兰的冷知识有：一，因为离英国特别近，所以爱尔兰是易伯洛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。1937年，爱尔兰宣布独立，但在1949年才得到的英国承认。二，爱尔兰毋庸置疑是一个发达国家，国内的人均收入已经到达了世界第五，是欧洲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，被称为欧洲小老虎。三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爱尔兰全国绿树成荫，水草丰美，全国90%以上的国土覆盖着绿色，因此也被称为翡翠岛国、绿岛等。四，别的国家一般都是武力或奋斗的象征，而爱尔兰的国徽上是一个金色的竖琴，象征着和平、安宁、自由、博爱。五，爱尔兰十分重视教育，从古到今都把教育定为国策，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，因此爱尔兰的教育水平在世界上很有名气，也是世界人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。它的首都都柏林更是一个教育之都，被誉为大学之城。六，爱尔兰在1959年设立的香农开发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经济特区，在它的带动下，帮助爱尔兰迅速由农牧型经济转向知识密集型。现在爱尔兰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占了爱尔兰 GDP 的40%以上，被誉为欧洲硅谷。七，如果你想找爱尔兰的总统府，需要先进一个公园，因为爱尔兰的总统府就坐落在公园里，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位于公园里的总统府。八，爱尔兰身份从事环保和卫生保持，和新加坡一样设置了很多规章制度，如果你有不道德的行为，比如随地吐痰、大声喧哗、随便扔烟头等情况，就会被罚款，甚至还会坐牢。九，爱尔兰的官方语言是爱尔兰语和英语，但爱尔兰国内只有1/3的人会说爱尔兰语，所以人们的交流基本上都是使用英语。十，养活爱尔兰人的是马铃薯，它是爱尔兰人最主要的粮食。在19世纪中叶，由于气候变化和病害的袭击，爱尔兰马铃薯颗粒无收，这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爱尔兰的大饥荒，饿死了100万人，超过200万人成为难民流落他乡。十一，爱尔兰是一个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国家，他们那边的天主教有多生娃少养羊的宣传口号，所以即使爱尔兰人非常有钱，他们也愿意生儿养女，生育率达到了1.81，在欧洲仅次于法国。十二，爱尔兰高考成绩是按照6门成绩最高的科目计算的，所以只要你有能力，就可以选择随便选择考试科目，数量上也不做限制。而从明年开始，中文也列入了爱尔兰高考备选科目。十三，爱尔兰放眼望去遍地是绿色，因此绿色就成了爱尔兰人眼中最美丽的颜色。在比较大的庆典活动中，他们都会穿上绿衣服，戴上绿帽子。十四，世界闻名的踢踏舞起源于爱尔兰，也是爱尔兰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。十五，众所周知，爱尔兰男人的传统服饰是裙子。十六，可能有的人听到过这样的说法，爱尔兰是一个只准结婚不准离婚的国家，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可以选择从1到100年的婚姻期限过期就会自动失效，结婚登记费与选择的婚姻年限成反比，越长越便宜。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是对的，曾经爱尔兰确实不允许离婚，还被写进宪法里。在1995年爱尔兰修改了宪法，现在已经可以离婚了。十七，爱尔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。十八，现在爱尔兰离婚率在0.06%左右，处于非常低的水平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流程复杂，需要分居至少4年才能向法院提出申请裁定是否离婚；二是价格昂贵，离婚费用至少是10000欧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要么一直分居，
要么干脆就不结婚了，以同居的形式组成家庭。十九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缘位置，冰岛没有蚊子，而爱尔兰没有蛇。二十，吉尼斯最早是一个酒厂，这个酒厂的主人是个爱尔兰人，他在人们喝酒吹牛的时候想起了做世界纪录的点子，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。二十一，爱尔兰80%以上的国土都是优良的牧场，在那里牛奶比水便宜。二十二，爱尔兰属于冷液洋流的交汇地，因此异常多雨，阴雨绵绵是常事，全年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晴天。二十三，三叶草是爱尔兰的国花和象征。二十四，在爱尔兰人大街上有很多透明的厕所，虽然只是单向玻璃，外边看不到里面，但真的能尿出来吗？二十五，一个罗马人未曾踏足的国度，一切都是英格兰人的错。爱尔兰的冷知识还有很多，我猜小编还会再做期视频，只是分享既要有趣也要有用。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，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既好玩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知识。最后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，再见。